家好，要说我们在刷手机的时候啊，时不时的都会被一段旋律多次洗脑，它也算不上好听，但就会让你着迷上头。本期呢就带来最近四月份最火的几首 BGM， 听过的记得一定要点赞支持一下再走。快速起来，Go！这魔性的东西啊，会让人精神麻痹。最近全网160,000人都在跳的大猩猩舞，不仅风靡了网络，还将这段音乐带来了6亿多次的播放。而这段音乐其实是来自柬埔寨网友的自娱自乐，估计他们自己都没想到，视频放在网上后就这么突然火了。今年也不知道咋了，越南鼓风格的音乐总在我国大火，而这首 The Magic Bomb 作为卡点舞 BGM， 目前在短视频已经30亿的话题播放。独特的电音鼓点不仅是一种风格，还在曲子中增加了一种互动性，跳起舞来也会感到丝般顺滑。这首 BGM 火热的同时啊，一首名为 Kiss 越南鼓 2.0 版本上线，瞬间对越南卡点舞发起新的挑战，并在几天内就有40,000人跟拍，突破几亿的播放，真的是为卡点舞量身定制的。这一首 BGM 呢是来自国外 Party 必备舞曲 叉叉 Slide， 来自国外歌手 C 先生，在流入我国后呢，被来自福建的 DMC 世界 DJ 大赛中国总冠军 Jason Casper 重新混音，使得歌曲节奏加强，旋律更动感。虽说歌曲年代很久远，但一点不影响他的再次走红。Featuring the Platinum Band， and this time we're gonna get funky。Funky. Everybody clap your hands. Clap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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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lap your hands. Clap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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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lap your hands. All right, now we're gonna do the basic step to the left.听完就让人心情好的音乐是来自越南歌手 Chilis、 Sony、 Harling、 Ramasty 三人的音乐作品 Go To Town， 优美的旋律中充满了夏日的恋爱风情，让整个人听完都充满活力。节目最后一起来听一下吧，拜拜。